深受全国电视观众喜爱的、具有中国男旦美誉的李玉刚。玉刚，平时呢我们是好朋友，经常说一句话。玉刚呢，这个打扮完之后啊，是让所有男人都嫉妒的男人。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俩这一上场，以为我们两个要说相声呢。对对。其实我是提前没有化妆之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让大家知道我卸妆是什么样子。在这里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谢谢。哎，那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玉刚再一次来到我们笑星大联盟做客。哎，对，国庆期间要带给全国电视观众什么新的礼物？接下来带给大家是我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上演过的一个作品，叫做《盛世霓裳》。来，掌声欢迎。谢谢。Thank you.